叶小白，其实你人挺好的，不如咱们做朋友吧。你要跟我做朋友？既然叶小白那么喜欢你，我也要学着喜欢你啊。你确定？ 非常感谢每一位来参加顾夜白画展庆功宴的朋友们，因为有你们的支持，我们的画展才得以顺利的完成。来吧，刘爷，明天回来吃饭吧。哎呀，明天又不是周末。这次画展能够顺利举行，我要感谢很多人。首先，是这次活动的主办方，易兴画。你跟谁在一起啊？ 还有我身边的这位周淮安学姐，对我的大力支持。顾夜白，哎呀，我们现在在参加一个活动。大晚上的参加什么活动啊？我早跟你说过了，要和他保持距离，你怎么就不听话呢？知道了，知道了，你先不说了啊，这儿忙着呢，拜拜。叶妍姐，我手机没电了，借你手机用用呗。 不太方便，一会儿还给你行吗？最后，我还要特别感谢一个人，她就是这次画展的策展人，我的女朋友陆悠妍小姐。 如果没有他，我不可能重新拿起画笔，也不会拥有这次画展的机会。他就是我的眼睛，我的灵魂。谢谢悠妍姐。 今天我们的庆功宴还有一个特殊的环节，那就是在毕展区将会展出顾夜白先生的早期作品，而这些作品都是首次面向观众。现在大家可以自由去参观了。哎，春风，嗯，顾风，我给那个悠言打电话，他好像跟那个顾夜白在一起啊。你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吗？我知道，那是学校组织的一个活动。很多老师跟同学都会参加，你放心吧，没事。哦，好吧，好吧。